IT 全播报，新奇酷炫早知道。作为全球知名的运动品牌 ，Nike 篮球鞋在海内外广受欢迎，不仅许多 NBA 球星喜欢穿，就连一些不打篮球的人也很钟情于它。而这一次 ，Nike 还走在了科技前沿的路上，全球首发了一款可自动系带篮球鞋 Nike Adapt BB， 售价35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400元。这双球鞋最大的亮点是，除了能自动系带外，还采用了最新的 Fit Adapt 技术，内有定制马达，可感测用户脚步所需张力，并进行相应的调整，以确保贴合。你还可以通过 Nike Adapt 的应用将鞋子跟你的智能手机连接。其实早在2016年， Nike 就发布过一款会自动系鞋带的鞋子 Hyper Adapt 1.0， 其当时的售价是720美元，约合人民币4870元，而且还是超级限量。对于 Nike 来说，在竞争激烈的篮球赛场上推出这样一款篮球鞋，的确是很需要勇气的举动。不知道那些喜欢打篮球的小伙伴们会不会喜欢这样一款科技感十足的篮球鞋呢？